这个我好像没什么经验看过跟估过这台车，真的没遇过。卡达罗库就是红色，它双门的哦，钥匙有点是不是像福特的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车到底厉不厉害。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大家好，我是柯皮，今天要来雇车。你看要拿一叠的资料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我好像没什么经验看过跟雇过这台车。你都没有遇过，路上看的机会就很少了。你有看过吗？没有。这是什么车的吗？马自达。这是 BMW 吗？不是，不是这台，不是这台。1994N 叉三，真的没遇过。卡达罗库就是红色，等等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就在我身边。哇！三重好像只有这一台。这个听说他自己进回来的，这个车真的不多。他有三种引擎，对，1.5、1.8，我在想1.5、1.8，结果来1.6、1.8的就厉害，它是 V6 的，很神奇。那是当时是最小颗的，好，最系数最小的 V6 的发动机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车到底厉不厉害。哎、欸，之前还有什么车是 V6 啊 ？Servio， Servio 2000的，2000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为什么中间有个插头？我想说那什么灯呢、欸？我刚刚看是插头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个插头？因为它是电动车，充出来就可以充电。啊，这个灯的型号应该是卤素吧？那时候应该没有 LED 啊，对，都没有写。你看，型号一样，系数。1600，嗯，它整的，一般都是1599、1580，但是对吧？厉害了吧？我看一下哈，红色的哈，它这个已经变成比较颜色比较淡了。耶、yeah ，看一下，两个按钮而已。三踏板。哎呦，三个踏板耶！难怪你要跑过、啊。这个是英里的表。136,000多，136,000多英里。对啊，这个是没有天窗的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有点像之前我们买的天王星，有没有？嗯，这种按钮有气囊哎，双气囊。双安耶。对，双安。啊，那时候都是用这个布的。啊 ，B B 是这个，它双门的哦，钥匙有点是不是像福特的？要、欸、踩离合器。他说冷气很冷，我试一下。哦，好冷哦！我这边都感觉到。感觉到，他说这个是从舅舅从国外进回来的，啊，给他的，他已经开了13年了，13年，2011给他的，现在2024了，好怪哦。你的按钮是不是什么？啊，这是假的，那个按钮是假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引擎，当时很流行这个喷嘴桃花机，哇，这应该就有点会，应该知道哈。可以换绿色的啊，有些有七彩的，就会亮吗？会亮啊！我看一下，里面有没有接？那时候很流行，蛮流行会装这个灯的。没有了，你看之前的都呼吸啊，这个后来再改的。嗯，原本是接在这里，可是这个都坏掉了。我觉得引擎好熟悉哦。对啊，感觉上有点天王星，那时候刚福特跟同期的，有没有？很像啊，很像了哈。福特跟马自达说在一起的时候，回去水应该都要检查，因为水箱精都喷出来了，绿绿的，绿色，嗯，水箱精，动力方向机有还有，啊，这是喷水的，哦，水是甜的，水箱水，可是里面是好像是有加的清水而已，这个变乌呀，对吧？他车，对啊，他车有，车身码的，他这个都有贴纸，啊，9739。太久看不到了，看不出来。反正是这个因为可能没晒太阳干嘛，这个反而看得到数字，还是应该那么久应该也买不到了。可是应该是从原本留到现在。哎、欸，不能折了，还是以前可以折？不行啊，现在不能折了，折就断了。可是看起来这边好像可以折的感觉，不行啊，现在折了就断，这是固定的。很多美国车啊，他们也都没在折。我在啊，我的车就是啊。它的玻璃是曲面的嘞，你看有没有看到 ？Oh God！像我们的日食那些都是这种的，打开有没有？这个都很高，它、这都很深，这个是喇叭在这里，里面的空间其实还蛮深，它里面就很深很宽，可是就是这边做的高高的这样。我以前都会老车一定要装一个这种火箭筒，火箭筒对。啊，下面的板子，哎、欸，看起来
还好，它没什么什么大事故的，看起来都是还 OK。这个贴纸也有，啊、这个就是这都看得到啊。哇，9739，贴纸都有在。它这边有个按钮，就是往前。哎、欸，我先去后座看会不会很小。坐是可以坐了，可是哈、哦，头会顶到，其实跟日食也很像。这坐的一定要这样，坐在这里感觉就一半在货车厢里面，嗯，因为熬汤挂的家，啊这边下来可以自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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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可以出来的啦。这边的按钮坐在这里，以前的设计、欸。但是我蛮讶异，就是它的这边都还完整度还不错，完整度都还很好。这个没坏啊，这个也都好了。哎呀，他这个，我就觉得这个皮衣是自己穿的吧？我在猜啦，这应该是自己穿的。它原本应该是布的啦。看一下那胶胶，这布就会亮起来，有没有？嗯，对，这是自己穿的。亮亮。像欧洲过来，其实他们的布的比较多，他们不喜欢皮的。台湾人还比较喜欢皮的，就应该是跟这个布同颜色。嗯，这个、对。羽圈都小小的，15寸左右吧。14寸而已，18560/14，以前的 Mark 是这样，一个大圆里面一个小圆圈。嗯，对，我记得我家第一台买的车也是，他那时候 Mark 是这个，后来改成这样，后来改成这样，改成这样。哇，麦当他们的一个大耳，麦当劳不是，不是麦当劳，是一个冷漠，对。Avian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哦，后面是菩萨，哇。要求哦，1713呢，哇，轮胎很深哦，表示它真的没有开。这验车验过，可以过啊，深度够，深度够就可以。对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可以折啊。所以那边是死的，对啊，因为我刚看是，你刚这边是补起来嘛，但是刚看这边是可以动的、啊，哇，有没有，那根断了，它用补救的方式，这种造型就跟之前的 K 8蛮像的。刚我跟车主聊一下，其实他的压缩机有换过，看了一下，有点湿湿的。好啊，我比较好奇是这电线是跑去哪里？你说那一条？对啊，它最后的消失点在这里，进去引擎里面，嗯，就不见了。漏油，该漏的东西都漏了。漏、啊、油啊！哦啊，只是说这条线真的到这里过去，后续我就不晓得，有买到回去再研究一下。可以，它冲了引擎就可以转了。你看一下哦，刚没注意到，它也是有边框的哈、哦。有些双门的是没有边框，但是这个是有边框的。每次我照到的地是绿色的，我以为是漏水了。哦，没有了，那么大一滩。你看这边磨到这个，好像正时皮带的外盖，你看，哦，你有看到吧？有，我看到、哦、这个。其他的大致上好像没什么问题了。对，我刚刚打开看是有的，它是有水箱型的。然后回去甚至是水管，连那个头都要看一下。嗯。之前我们的今天那个头有时候都应该也要换，也氧化。应该之前常没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找到一个证据，接电的那个头掉了。这是改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、因为他们之前的灯，国外的灯，这个好像型号很特殊，我们没有，这是改的，嗯、把它改成那个灯。美国车也会型号很特殊，我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啊对啊，你美国车你知道，对对对。整个整体来讲算 OK 啦，它因为它第一它没有抛很多，哎，椅子是好的吗？椅子是好的。这一段就是真的是天王星的，啊，这个就是做一个有点像现在的比较新的马三，里面是做圆的这样。我试一下打档，只说它这个哈松松的，就是你看我入档了。它还可以摇，哎、欸，使用手册哎、欸，哦，这很珍贵呢，很珍贵啊，好酷哦，哎、欸，它年份1994，你看这个是当时的照片，有没有？加油，就是打开的这两个，来核对一下，有没有 ？Touch，、啊、那是干嘛？哎、啊，我拍起来，下一文了、啊，你自己看一下，当时就是应该会比较简单的简介这样。这个啦，我们是这个吗？哦，我们是旁边的，1.6的，是1.8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很珍贵，很珍贵啊，99给他的，你看留到现在。好，我看完了，耶、yeah! ，我平安的回来了。我要怎么说呢？开起来都皮狗狗的了，哈哈哈哈哈。内装也有神灵底盘，
也是 Coroco， 这回来还整理蛮多，那个排档杆都冲掉，我刚刚打到五档，我奇怪，为什么我刚开就没声音，为什么在高速公路有一个滴滴滴滴，那一根就会在叫，哦，这有的搞了，东西不晓得叫得到叫不到不知道，反正回来就是再处理。好加载就是它的体质算不错啦，最早都原版件啦，这是唯一的庆幸的地方了，就是开那么久了，哎，三十年呢，1994。30岁了，还骨头都健在，算还不错啦。我觉得，对啊，像铝圈我觉得都很小啊。就是如果可以换的话，可以换大一点都可以。可是这车铝圈大就不好看了。换个15寸呐、啊，哎，14寸搞不好换轮胎要找不到料嘞，比较少，越来越少了。到时候可能皮把它拉掉，把那绒布移都拉变出来啊，好不好？很漂亮嘞。今天就是这一台，这一台叫做1994年的 NX3，我终于收到了，耶、yeah! ！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好，有说错了的话再多指教，这个真的我真的不太认识他，如果有知道的人帮我多留言一下。好，有人告诉我那个插头是什么再跟我说一下。国色天香，温柔娴熟，徐海丽，冬季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我很担心你憋水箱。没有了，没水箱也开得回来了，放心啦。泰山不要跟我太近就好了。你走哪里？我走高速公路啊。我走是你，所以我没有跟你。哇、哦，难怪不会。对，对你不要跟着我的后面就好了。